帅，我跟你这么久，不捌看过你安尼。这位阿姨应该对你很重要吧？我细汉的时阵，老爸老母就过身了，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，困在桥下，饭常常拢无通食，一直到翠芬阿姨找到我，伊一个看到我，就把我揽掉掉，目屎一直流。煞嘞，伊就带我回去因家。其实，翠芬阿姨不是我的亲阿姨，伊只是阮老母的好朋友。不忍心看我一个人流浪，才把我带去因家食。佮搞我当作是亲生后生，安尼伫疼惜，迄是我一世人过了上温暖的一段日子。逐天拢有烧火困的饭通食，有清气的衫通。后来，我出来带袂住，就规工伫外口甲人冤家相骂。不管阿姨安怎讲我，我就是唔肯回头。你无倒来是对的，你过去的冤仇人，三不五时啊，都会过来探听你的消息。你走如何？阿姨如放心？你一个查某人，还面对我遐冤仇人，伊一定袂对你客气。因的威胁无法度加伤害，我的性命，那是为着我家己要活落去。天家是为着要保护我心爱的人，搁较恐怖的威胁，也无法度去伤我。只要有法度保护你到底，就是。用我的命去甲因相拄，也不要紧。你唔免甲我吓惊啦，摊遐大个，且问你敢有亲人？我的亲人，予我上好照的人生，所以我了解，我的人生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保护我甲疼惜我的人。为着这个理由，我一定拼性命保护阮厝内底的人，不管遇到偌大危险，我拢唔惊。阿姨，是的，是我拖累你。小五，阿姨从来都唔捌怨叹过你，啊，不过以后阿姨都无法度搁保护你、陪你共学路，爱行，
回头啦，好。我知，阿姨，我袂辜负你第二遍。讲起来，石老，我一个查甫囝，伫东湖走跳这么多年，对人世间的天赋，竟然输给一个十几岁查某囡仔。乖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嘛。阮兄弟拢知影，你是一个足孝敬的人啊。恁阿姨应该会了解。我一直无等于看阮阿姨，阮阿姨从来都唔会考虑过半，所以我认为我无唔对，继续行我家己的路。一直到今嘛，我才了解，阮阿姨唔念我，是因为伊疼，伊唔甘念。我这么才了解，已经上班了。乖，希望你的体谅，会当甲伊顶好好啊团圆。一世人我辜负你，一世人才让我好好啊依靠你，报答你。这林丽文吼，钱拢已经还了啦，所以吼，咱公司最近吼，还算淡薄有钱嘞。啊，唔知大个你先拍算。拢行啊，伊个酒家路这么有钱了？无啦，是伊个囝婿啦。迄林美玲嫁人啊？啊，就迄个丽文啊，甲因查某囝吼，嫁互一个最海关的啦。哦，啊，迄个腿面的吼。看起来嘛普通啊，啊穿衫也无安怎，哎，100万摕现金来行呢，我点觉吼手拢只酸个。海关的上好啊，人若是只牛剥一顶皮，伊是爱剥双顶皮，所以搁要食重食铁，大家都食甲油细细，100万对来讲不过是牛的一支脚毛。袂听，大个，迄是一个尸体吧？哎呦，哎呀，伊个面吼，鱼啊，穿甲拢烂糊糊安尼。